这是朗朗和母亲周秀兰出席活动时拍摄的一张合影。朗朗的母亲气质高贵优雅，她从3岁开始学习钢琴，且很有天赋。在老师的建议下，他的父亲郎国任辞掉公安局的工作，带着朗朗去北京求学，而朗朗的母亲则留在沈阳工作挣钱，供丈夫和儿子在北京的开销。在长达8年的时光里，她与丈夫儿子分居两地，孤守沈阳，为朗朗的成长提供必须的经济保障。也是朗朗沉重幽暗的童年岁月中一抹珍贵的阳光和亮色。朗朗在北京和国外求学的漫长岁月中，有一位女性的心痛、隐忍、酸楚和坚强鲜为人知，却不可忽视。她就是朗朗的母亲周秀兰，一位了不起的母亲。